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退群。那我们今天黄圣杰要决战蚩尤大结局了。我们前往三界门，然后迷宫部分呢、啊，这边就快转了。巡海古道，好。天明者，没有无的狡猎气息，终于决定面对你的天命，与我一起屠戮人世吗？诶，是谁在说话？怎么有股声音似乎从脑中响起？难道这是九爷天尊的声音？二师哥就是一直听到这个声音吗？我也听见了，这个声音果真令人不寒而栗。难道这就是先祖的声音吗？这莫非你们都听见了？吾在此休养生息，九黎之民的血魂皆供养于吾，吾之力量当然今非昔比。果然，有机，如是吾之子孙，本该负起回去九鼎之责，岂料如全无我族杀念，使吾拖出剑中东家之境，险些错失。本该将如血魂借血魂之息攻吾身息，以赎其罪，如今用蛇灵混妖，罪无可饶。先祖，我龙叶，别怕，我们都在这帮着你。他现在是被剑困住的魂魄，只要记得九黎子民的性命在你手上，拿出勇气，别跟他屈服。说了半天，你们五个是想不自量力的来找死？没错，九黎子民辛苦生存，可不是为了复生你这个魔物。你身为九黎之主，竟然罔顾子民性命，就算龙叶是你的子民，他也不该助你。你们懂什么？九黎之民本就是无生存的食粮，怎么能够有自己的生存思想？如果怂恿九黎幽禁谋反，纵使你是与吾父神相关的天命者，与吾作对，能得受死。哼，我因牵羊，怕了你就不会来此。时间跟汝等多耗磨，看来他果然往上逃走了。我们现在该如何到达赤云渊？赤云渊是环神九山的底层，常年龙炎滚沸之热难当，几乎没人能承受。我想我们还是快回去问问山福子，看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前往。嗯，
我们已经顺利将九云天尊逼逃，若没有料错，他应该会被环神姐吸引困住。现在我们该如何去到赤云渊呢？原本赤云渊十分之热，一般人光是接近就会皮开肉绽。不过诸位现在前去应不会有事。诶，这怎么说？其实长老们要诸位去取邪皇霸剑，真正的理由是要借助邪皇霸剑的凛寒之性，如此进入赤焰渊，方能保诸位不受热气所伤。原来如此，真是有了诸位长老设想周全。原本就古树所载，九黎是凶暴之主，但今日一见，似乎全非这回事。其实我等在地界生存已久，早已习惯。现下许多人并不想再回到地面而征战，只是受制于二圣梦的压力及传承下来的仇恨，而不得不附和同愿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以为只有我这么想的。那么我就更要为子民的生存奋战，就不再白白牺牲子民的性命。尤其有念如此，是为九黎致命之福，我等已准备为诸位传至赤焰渊。若是诸位已经准备好一切，请告知我等，定将谨慎为诸位护送。我等或许先坐西方歇息，即可前往赤焰渊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这就将你传送过去。各位，欢迎升级结局，一个礼拜我就马上破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最后决战了。卢丹，竟敢以天法困住我，这是什么？还不敢放的我？此乃环神九鼎隐藏的天法封阵环神解，当初皇帝早就为你可能逃出剑甲而预留了这一组，你就乖乖受缚吧。什么？这个阴险的机玄元，未料居然还摆无这一道，我就拿你说一只黄魂，亲手杀灭你的后人。快打死了！快打死了！差一滴滴。给你最后一个天华神剑。
极玄眼的黄昏怎么不祭祀，那么就给你们一点教训。应该快打死了。哎，持有跳伤害吗？我刚没仔细看。再放个天降奔裂跟一次天华神剑就可以解决了。哦，又放这一招。真天我也没玩过，那个应该很小众吧？以前录天地劫也很小众啊，根本没人看。那是因为有手游的关系，才开始有人看的。对啊，你看他玩游戏还要录，其实很辛苦嘞。对啊，还那么难啊。天津姐已经算我就已经觉得天津姐已经很冷门了，他录的那款游戏更冷门了。坏死了坏死了，哇，直接秒杀。解决。
好，黄之杰的结局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谢谢各位会喜欢这款黄之杰的游戏剧情啊。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跟大师做讨论。那大师有开一个天地杰手游的社群，那可以扫一下影片的右上角的 QR code， 那密码是334567八。那欢迎加入一起讨论天地杰手游或是天地杰系列剧情。那黄之杰这款单机游戏非常可惜的。制作时间就有半年，美中不足，结局的部分只能用一些片尾动画去带过，相当的可惜。那毕竟制作时间就有半年，制作官方已经是很努力在制作这款游戏了。至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樱前阳当初发生什么事情，算是有一个完整的交代了。好，那黄之杰、天地杰的系列都到此结束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，喜欢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Twitch， 谢谢各位。